超猛啊！哦，这个鹿角都不行啊！哟，各位观众，欢迎我们的 Roblox！ 哇，很久没有玩了。然后最近很多观众都说，什么时候再玩 Roblox？ 就找了一个这个台控，看起来好像不错，而且又是机场的主题，听着这个轻松的音乐呢，我们就来试试看。零钱了，蛮大的，它有分四个机场，这是我们的收银柜台。苹果咬一口，它这个行李箱啊，就相等于是我们的金钱啊，对不对？3000我够了，够了，给我们三个柜员哦。先把这个墙给弄起来啊。哇，有点像我当初玩那个苹果大亨的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四处的去看一下其他人的飞机场，飞过去看看看究竟是长得如何、啊、看着自己这样子慢慢经营起来的机场，渐渐有了客人来，真是很棒啊，对不对？资讯之类的，对不对？有耶、欸、有航班资讯表，有耶、欸、还有去到各种不一样的地方的呢。Turtle Beach 乌龟海边，监视器哦 ，Security Camera， 这个是什么 ？Parking Lot 停车场，买。哟、哦，你看，呼呼，还有入口哎，旁边好像还有一个，对不对？旁边这边，这个也把它买一买。这样前面的部分我们应该都已经完成了，就剩下后半部了，那就要看怎么样才会有飞机了。好，那我们先去隔壁这边看一下，先用食物好了。哇哦，哎，你看那机场呢，都，哎呦 ，Airbus 哎。哇，空中巴士 A380， 然后卖咖啡、酥皮浓汤啊，寿司也有哎、欸，好、哦、酷哦，还不错哦。OK， 各位来，我们来买二楼看看，看二楼买起来会是怎么样？有了，上面的都好贵哦。他从这边过来之后，哎、欸、啊，这边是候机室吧，还是休息室之类的啦，对不对？往上面走啊，准备要去候机过行李，有没有安检？当当。有诶、欸，变很快，已经7000多嘞，我们才刚领不久而已诶。把下面的这边买一买哈，这个灯啊、喔，哦更亮了，哦眼睛不舒服。那有人说我不能去别的场吗？要盖到有飞机。哎、欸，这个感觉是哦、喔，这个买一下。哎、欸，这边也有啦，10万也太贵了。好了，各位，经过漫长的等待，我们现在呢又有13万啦。现在踩一下这个，然后这个85000。哎呦，有厨师哎、欸！我的天啊，他还会去煎呢、欸，很像之前玩的那个披萨屋那个有没有？还会丢番茄酱气死，还丢回去，厉害了，做成一个汉堡，然后就要卖哦，所以他这样也会卖出去哎、欸，那才是重点，有没有多很多？现在跳感觉快很多了嘞哦 ，OK， 又多一个了，太好啦！哎、欸，你看，他纯粹卖咖啡啊，就这样啊，我以为他会干嘛嘞？哎、欸，我们先把后面的拓展出来看看好了。这边是5万吗？青绿草地啊，还可以再扩展75000，要是有够大啦！有了 parking ground 买了之后就有新的了。哎、欸，飞机要40万，要是有啊，又有15万的。各位快要有飞机了，快要有飞机了！耶、yeah, ，我们的机场总算是快要有喽。这个是什么 marking 哦？这个就叫 marking 哦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我玩 Xplay 那么久都不知道。哎、欸，我听到飞机的声音了！哇靠！哇！我还差一点，我也快了！我要买了！走！我要买了！这台不知道是什么，应该是跟它一样的。Yes, we got it！ 嘿嘿，我已经有了，有了 ，we got it！ 它是用滑鼠这样子控制的啦。来，它的 taxi 位在这边，我们来看看，我把它降落下来。哇，它盖得很快哎、欸，它跟我差不多进度哎、欸，有喽，我们要降落喽！哎呦，下大雨！Hello， 再拉回来，我们去看红色的好了。这个大亨真的好玩，但是它还有一个绿色的小岛，值得去看看的。看到哦，哎呦，还有航空母舰啊！我的天啊！哇塞，居然航空母舰！我的天啊，太屌了！我来看看这有什么东西。Beautiful landing， 哈哈，好强哦！我相信这边应该会有什么东西的。我们看看这门可不可以进去？有哎、欸，我刚很怕它会掉下来之类的。有没有好宝啊？钱箱让我们捡一下啊 ！No！ 哇，技术高超呢啊、哦！技术高超。Let's go， 看飞不飞得起来。
原来不会爆炸的，糟糕，我要爆了。好来，20几万呢、欸，二十几万，跟我们回来了，哈哈，用飞回来比较快。这边还有扩展的，西瓜仔，惊死人！哇，这很多呢、欸、，Tokyo 两 M 哎、欸，好多。海边，哇，连海边也有，这个好猛哦。这里还有一个六万的 Henga， 这不知道是什么，买买看。Henga 是哦，机库哦，哦，机库哎，然后这边就是要买。要花钱才有的，哇哇哇，空巴哎、欸，空巴哇，好棒哦！我靠，超大台，超猛啊！哦，这个鹿角都不行啊！他踩到怎么要飞走？我也想买，然后这个我们看看，这个是什么？哦。哦、可以穿吗、欸、可以穿耶、欸、酷哦，然后这个是地勤啊，地勤哇，塔台耶，好帅哦，抢三万， 我再把这个买过去看看，哇、哦、这边还有这么多，屌屌的，各位，我们二楼差不多也完成了，对不对，都有了、哦、超大，我们现在外面应该就剩下这一边一个，然后还有这边一个，好，各位，我们慢慢存好了，然后我们先来买那一个，来10万 ，Kyrie， 哦，这边才有 runway 啦，哦，来了，塔台已接收，允许降落，来了，我来看空巴降落，酷哦，带我们去岛屿探索看看。超恐怖的啦，飞起来啦、啊、我整个人还卡在飞机外面啦、啊、我的天啦、啊、各位，我们要去前面的这个绿色岛屿看看啦、啊、我们跟克隆坐在旁边，然后我们的机师是 ROQP， 我们即将要到达前面的绿色岛屿，看看那边呢究竟会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啊，帅哦、喔、欸，这个不知道可以坐几个人呢、欸、这应该可以坐蛮多人哦、喔、可是这个游戏只能四个人，哈哈，出国了，好好开啊，别害我们晚7天回家、啊、到了，加油，不要失败、欸、怎么了糟糕了，我掉到下面去了， OK， 上来，我们来看看，哇、哦、这算海盗岛吧，对不对， Canon，然后这边可以再上来，哎呦，挺酷的哎，真的有出来，哎呦，这边还有小跑酷哎，小跑酷 ，OK， 哦，这边还可以再上来嘞，好酷哦，哎，有炮台，那可以进去吗？可以把自己射回去吗？我要飞一次，哇、哦，我也射不到那么远呢、啊，好，我们重生，耶、yeah, ，回来了，多少钱了？看一下。28万，好了，各位，我们要来买最后的飞机了，好不好？40万了 ，Yes， 我们要第二台飞机了，好不好 ？Yes， 太帅了，我们有了，好，飞起来 ，OK， 我们起来了吧，没错，我们起来了。这个下面这阵不知道是什么，是油田吗？还是什么？哦。哎呦 ，ATC Tower 哎、欸，哇塞哎、欸，各位，这一款哦、喔，我真的觉得还蛮不错的。哎、欸，哪里？拉起来啊！这边 flap 超难的啦，好，可以了。好，各位，那我们就剩下的来把其他的这些岛屿哦，都看一看哦、喔、就好。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自己再进来把这边的玩一玩。我觉得这款大亨真的算是玩起来数一数二好玩的，这个速度真的快很多哎、欸，是刚刚那个小飞机的一倍耶、欸！这啥鬼啊？这个怎么办法下去？哎、欸，里面有个传声点哎、欸，跳！哎、欸，可恶，差一点！哎、欸，这边可以爬。OK， 上来了，我的飞机我把它抛弃了，降落伞哎、欸，那它只能跳下去吧？对啊，它不能飞高，所以灰色这边是这样子。哎、欸，买了 ATC Tower， 有嘞、欸，哇，真的超有 feel 嘞哈！可以进去吗？可以的呢，
可以在这边看的哎，好酷哦！这个真的很酷哎。各位，我放弃了，原来从来不会存档，我刚刚整个当掉了，那就算了吧，好不好？各位，大致上就玩到这边给大家看了、啊，基本上它的用意就是这样，可以大家在这边做个角色扮演，然后飞机啊。然后再一起去其他岛屿巡逻，就还不错啦。感谢大家的收看啦、啊，我们之后有机会再多玩一些其他像 Roblox 这种有趣的游戏，再开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希望你们会喜欢啦。如果喜欢这个系列，也记得按赞、订阅，好不好？留言它，我们就下次 Roblox 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